节目，这孩子费了脑子了，琢磨半天这底，你也不知道你琢磨下多难了。现在到了底活了，底活呢，王自健主演呢，今天是，当然了，陈先生请假，战火中受伤。你别给他逆风捧哏，太好了。丁家欢他说三个人呐，相声很难听到。这三个人孤血本退楼狂甩，把这节拿这么容易，这节目你上花哪都干的，八个罐鼓掌。谢大伙儿吧，你们俩说还蛮叫单的。哎，瘦子你会腹语了，和你们这黑人能力就是不行。相信爱情，来来，我搁这儿你也够不着。这怎么了？谢谢大伙儿吧，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浩哥要动第二次手术了。这个他是什么呀？他是第一次开颅完了之后，这个有一个那个哦副作用，一个病叫脑积水。这乐真的，你们谁开有开过颅的没有？没有吧？问的吧，是吧？哎，开过颅的有一个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脑积液，哎，脑啊去全是水。这是平常要听说这骂人的话，哈、啊，那不进水了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么走一走路，光躺着就老想上厕所，脑子里这怎么能走得肾旺呢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你看你做梦梦见下雨，你就是想上厕所，尿憋了。你看这大脑是全是水，他做梦你做梦，换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就不好弄，马上要再开开一块，通一管子进去，然后大夫就把那水做出来。养个鱼，弄出来就好了啊！反正说两个礼拜之内，要是没事儿，这人就没了，就没事了。大家放心，现场放宽心，对。今天呢，也是给你们俩人一个机会啊！你看，浩哥一不在，确实小孩对浩哥也非常好，后台很团结的。这小丁听说浩哥一怎么着脑出血，进医院也不能看，不知跟哪。立刻就去潭柘寺，他还了个愿。你说这千年的古刹多灵，还了个愿。哎呦，好像反正说这个吧，今天老段说真准，今天你得了机会了，哎，得了机会能跟我合作一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是你，哎，给你长脸呢。说实在，咱们两个人呢，今天要好好说一个啊，对，好吧，把我晕了，就是能对，看不见。咱们两个半人，好吧，两个半人，2.7个人，我们说，谢谢你给我长零点二，这就不能算群口相声，群口三人以上算。7个人对口办，对口办，行，就甭管怎么说吧。啊，今天呢，咱们三个人给大家说这么一段，三个人说热闹。哎，行，走吧。那个，行了，你已经费劲了。我这加你好友呢。你点一下小喇叭上。家里好友呢？互困了，没意思。这是腾讯的，没有意思，不好玩。没有意思，这个别说了。嗯，因为原来那个货站这儿，我就净说了，知道吧？什么货？今天咱们就好容易他进了医院。今天那你得谢谢我。咱们是不是给大家？别开生面子，不是，咱也不会什么其他手艺，说咱给这观众坐个凳子，咱也不会。哎呀，你这，咱们可以干点别的吗？啊？是不是？别点，这自个儿开的，你又不住龙泽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您这是你这龙泽罗拉到非洲大陆，跟酋长来一下。
大，您说这是什么呀？什么人姓大泽？哪儿姓大？他的大泽。混血，你想我非说出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是有骑兵，有骑兵啊，你不懂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说的是怎么着？不是你给我，咱们今天少提龙泽，咱们给大家呀，唱一个吧。你姓大泽呀？不是什么，不是一看这就应该姓加藤啊。开头一狗子嘛，开头一狗子。我以前说什么也没见你这么乐了。这也没换群口了，我跟你说。什么叫化妆相声？全部乱七八糟，身子沉站不起来，你也多原谅。没办法，站起来脚就崴了，我跟你说。不是人、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？咱给大家唱一个。什么叫唱？什么说的啊？就是另一个呀！别呀，别往那儿引。这什么了？另一个算吗？有时候唱一个，哎，唱个歌。您可拉倒去啊！好家伙，家伙，我好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您。好家伙，五音不全，唱歌跑调。谁呀？啊？谁呀？谁五音不全呀？谁五音不全？对不对？你这我瞪死你！不是，咱别说唱别的，就您这个，啊，好家伙，就是咱不说什么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您也别说歌，就咱们这相声演员本宫上太平歌词，这您就不行。什么我就不行？在座有一位算一位都知道，咱们太平歌词是最好的。对对。都知道，咱们就因为这是国语的范儿，对吧？是吧？昨晚过得不好。那怎么着呢？演员。哎，啥子龙呀？我给他掰唱太平歌词。您呢？我哎，您这么说啊，就他啊，怎么着？他会这太平歌词啊，就会三段，就会三段，就会三段。哎，就他这三段啊，怎么样？还是我教过他的。合着我教你，你全怼他的。他这排辈儿了，排什么辈儿？排什么辈儿？有这么排辈儿的吗？我好像您唱，我唱就完了。哎，我还这么跟您说，你跟我说什么呀？我就这么跟您说，电视上说，站桌子上说，你还费劲追着呢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这个你唱出这个太平歌词的上句来，你们俩给您接下句，对，你们俩接下句，您俩说不了吧？还是大泽的事儿。你俩一人俩就，您说清楚了这吗？他这事儿是吧？咱俩接下事儿。您把嘴里舌头先拿出来。我拿着不用说不了话了。那就学聋哑了。把另外一个舌头拿出来。怎么说？这我唱上句，您俩接下句。哎，您唱上句来，我们俩给您接出这下句来。就是像我不是说了。不直接骂人，痛快啊！啊，这是贱人，搓地。啊，是是是吗？行，唱这个，我就不信了。就会三段，这是什么？这听完这个啊，起个范儿。这正要掰上，听着。昨日里阴天渭水寒，出了水的河蚌儿晒在了沙滩，那半悬空落下了玉影子，您是受令是往下牵，这硬牵棒着更难忍。这是美国人打韩国的一个故事。鹰签棒肉疼男人，棒子肉，那包我边儿去。这段我们会会会呀，这段
一是棒子相争，对，我们会会吗？不叫会吧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个，哎，你们这个一只眼，咱是那俩虚字儿，不知什么叫寒碜，什么叫好瞧，是吧？不是，那这叫啥、啊？是啊，什么不明白？我这是唱吗？我唱出头一段，你们俩就不会了。到后台，手挽手，肩并肩，往痰盂里扎，那容易脑出血，知道吧？这样很不好。哎，我这给你们留着一个台阶儿，小台阶儿，知道吧？大你也迈不上去。我小梯子儿，给你弄小梯子儿。哎，你们俩，哎，我一说唱完了以后，你们俩一巴掌脑袋，你不知道。举目下台了，这蛮好的。您别，您别，您啊您啊，别给我们留着脸儿。哎，您别给我们留着面儿。还、啊、不给你留脸？哎，你哎，你不要脸，不要脸，谁不要脸？笑话吧。叫您别给我们留面，您就解释您那。我给你们俩留脸，我准备两份，你知道吧？色儿不一样。瞧匀了，灰了。好说说，哎，您别别，您就唱唱。不用拘着，哎，不用拘着，我就唱那个俄勒金德的。那您就唱俄勒金德的，来。您哎，行，好，唱我吧，哎，唱我，听这段啊。嗯。我们那大姐今儿没来，您别老这。少买出征丧残生，有烙饼回营搬来了救兵，那郭贵坐镇在中军保障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接着唱？多谢，这段我们会会会啊，会啊，我们会波波镇稻香村的传奇。哪来稻香？稻香村给多少钱呢？波波镇这段我们会会吗？哎，会。快听这个，不呛我吗？行行行，听这个，多少来？听这个，奶油出征丧残生，有气死回营就搬来了救兵，拿布丁坐镇在中军保障。王爷，王爷，您这杨波波镇的。听这个啊，听这个，刚才这是两段。听这个啊，听这个，听着啊，这山川，山川听过吗？没有吧？完了吧？完了吧？我什么我就完了？哎，听这个吧，哎，这山川载不动太多。在场的等待，那春花偏要向风中摇摆，皇上就要将吃和远掩埋。这戏乾隆啊，这是戏说乾隆，把这说的说出来了。戏说乾隆，就你们两个九二年的，怎么可能听过这个？也会，对，哎，会，听着，这戏乾隆，听着，哎，对，听着，好。那连绵的青山从天上来，留下了万紫千红的一片海，这什么样的歌声是最摇摆？什么样的节奏是最？新街口服装店99元店，天天放这。比您这唱好，哎，对，比您这唱好，人家高腔你上不去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流行歌你也往里唱，您这不算，知道吗？行，哎，我再来好，你不会，不能。再来好，你俩人死，知道吗？再来好，你俩太聋了，知道吧？好，来，猜一猜，听听这个，听这个。
这天下，天下听过吗？我怎么什么天下？我这大家唱一段风云啊，不惊云，天下会是啥？捏风的，天下，天下出来了。这天下的美景属杭州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，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那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就铺满了沙滩岗。我飘的是峨眉山，你看咱们这座峨眉山，什么座？佛陀像。您这蛇，您这开水养活鱼，您这是什么了？都听你这是什么呀？都大合唱了《博蛇传》。哎，这罗伯林那版的，什么版也是《博蛇传》。哎，你马三立这版也是《白蛇传》，知道吗？你不会。抬杠是不是？这不抬杠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那相声哎，《白蛇传》这段我们会会会啊。这段啊，我们会。好了吧，来了吧，三段唱齐了、哎，三段。哎，听了。定了，头一段鹬蚌相争，鹬蚌相争啊，你们告诉他，会呀、啊，告诉会，哎，二一段伯不是，伯不是，告诉什么来会呀、啊，告诉会，哎，三一段，嗯，伯蛇传，伯蛇传，告诉什么来会呀、啊，听着，嗯，我不会吗？完了，三段唱，我不会了，你这虽败犹荣这个劲儿，对。虽败虽荣，虽败犹荣，虽败犹荣，要不然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这样呢？好，您这大卫怎么着？坏了怎么着？你耍胳膊根儿去！不会，好大的事儿，不是误会了吗？我们给他来一直传。你别摆着空手道架子啊！人家就算不会怎么着，哎，葛人呐，各位，这是葛人呐，台主撅人，这看没有？你这当官人撅成这样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武侠撅人，从此你怀恨在心，你一直想泡芙，泡芙，我还想蝴蝶酥呢，你就是想泡芙，你就是泡芙工坊派的。你们这好好，今儿就今儿了。不是你们不是会多吗？啊，你们俩演好吧？行，走吧，走看看。我找切糕去。那去不？我跟切糕好好念念。他不在，我让人欺负。哎，走走走，那就这么着，我不干啊！哎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干。谁？别我抽你是的，别找你，抽你是的。你蛛网膜来了？哎，这怎么着你？什么玩意儿？人家你说有的这么干没有？台上撅人不干了，不干了。两个人我走了，行不行？我走，我爱黑音，我看人家了。爱黑音，黑一场没毛病。哎，老弟，怎么着？啊，您打今天就不干了？我干嘛？我从现在此刻闹他呆他呆。不是，那咱以后就不见面了吧？我这天黑我也看不见你啊。从今天开始就不见面了，这栗子面不见了，少吃这傻子吗？不吃劲，这不见，不见了是吧？来，脱，哎，脱了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哎呦，太着急了，二位。他这手怎么那么黑呀？啊？他是不是白吗？着什么急呀、啊？这您不知道，我是不知道。他穿这唐装是我的，你别闹了。你塞进去，你穿上你拯救世界。哎，美国队长，你是？这我最瘦时候买的，全民超人的儿子。哎，汉考克，你看成了，真的，威尔史密斯的。我的墨镜是，对，你是蹦迪一下，你喝威士忌不喝？
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！别闹，我跟你问的是怎么他这身衣裳是您的？我的。哎呦，你还买得了这么白的衣裳？这叫什么话？这个浅色系你也穿得了？这就显脸黑，知道吗？以此为荣哈、啊！您行，您别着急啊，您消消火，怎么着？我来问问去。你帮我问问。哎，我来问问您，那您台上这个啥？您给人扒了这像话吗？王先生，啊，哎，这个有点事儿问您，干嘛？您这衣裳干净呢？是不是您也没光着呀？就说这个衣裳，这唐装，记住了啊。哦，我是那长能耐来了，我这是啊，瞎话，我还不知这唐装。不是，我就问您这谁的？啊？谁的？你这个事儿你也想不清楚。哥什么事？不是，我就问您这身衣是谁的？我穿着呢，我还不知您穿着呢。这是谁买的？那谁知道去？谁的这件衣裳是？我那我穿着就完了。那你穿着就那不行，那我得问问本主是谁。你说这衣裳本主是谁的？我指给你，你看不见。还有我看不见的人？啊，谁的？这件衣裳是他的，是他的，是他 的, 是他的啊！脱！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什么意思你？什么意思你？干嘛？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。不是你过来，他还撂蹶子，你无影脚，倒是怪凉快的。不是您这无影脚是人家的，还人家。他卖了去呢，你管着吗？他给扯了，他私生多布条，你也管不着。这都蹭黑了，这换一款式你管不着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他背上布毯怎么办呢？他晚上撒尿你也管不着啊。他拿着这看看蒙哥罗拉的。他自己族的人就也您管的对吧？什么非洲布您都管不着，您都管不着，是人家的还人家。不是您没明白道，我穿我不白穿。啊，是是，我不白穿。您怎么不白穿？我没力气了。别给力气，得给钱好。那是什么好说？我穿着我没白穿的。那您，你没给你听我说跟你说啊，就是那天嘛，嗯，那天啊，就是我们一哥们儿，嗯，俩哥们儿结婚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小你不懂，他们呢是说要办一个纯中式的婚礼，哦，要求来宾呢着中式正装，啊，就是唐装，哎，中式正装出席，啊，是，我没有啊，您有大褂，我没有大褂，请大褂演出服啊，是是，我上那儿都让我说一个，我怎么办？再说他办婚礼这饭馆太讨厌，我就一件蓝大褂没法去，老北京炸酱面。哎，我盼着人不拿我当活人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所以我就说我怎么办呢？我做一件啊，您做一件，万一不合身呢？您做一件，我您进工作的不合身怎么办？我借一个啊，借一个，谁们家唐装多？谁？他们家啊，吓我一跳，他们家唐装多啊，他们家唐装，上他们家借，嗯，到他们家啪啪这么一打门，嗯，开着门。啊，他没出来人，女儿不是这样的。我呢，把手机这个闪光灯啊当手电给打开了，小你他妈的，毛没毛随根儿。哎呀，你说可有这，大姐您跟这儿呢？什么？你管他妈叫大姐？这不客气吗？客情。哎呀，真是见人矬瘦，见物增价，知道吧？您这不见人矬瘦？哎，见人矬瘦，您那平台老太太，您那叫大姐，就显年轻啊！啊，是是是，是不是？他这辈儿可下来对吧，大姐？哈哈我一个大姐，您跟这儿呢，我跟你们把情况这么一说啊，大姐一把把我手攥住了，嗯，攥住了，进去呀、啊，瞪。把这衣服给了我、哦、给我之后他不撒手，怎么他不撒手啊，啊，他手太黑了，是他我瞪不过来、啊、我也不知道卡在哪儿了，我、啊、你知道吧，
我瞪不过来，我嘴说半说就说话，一说话小安全啊是有牙了。我说子健啊，您是这个有学问人士，我这儿子张硕呀，嗯，我儿子张硕，儿子张硕，你再说会儿就明白了。我都不说，他这个人呢，没有文化啊，出去老跟人云山雾绕，嗯，满嘴了跑火车，哦，满嘴了跑火车，一来让人问住的，二来让人问住。问住以后答不上来，回家拿我们老两口砸法子，这叫什么事？跟家又扔又摔又骂街啊！你说我们老两口招谁惹谁？是啊，您是有学问人，嗯，这唐装您穿着没关系啊，但是说往后您出去，但凡看张硕让人问住了，您得往原味儿给说了。嘿，哎，我穿这唐装，他遇上让人问住，我可得往原味儿的说，我这白穿吗？王小姐啊，您这么说，您这件衣裳真不白穿，不白穿吧？不白穿，你去说说。哎，我你说说。哎，我说这个张先生，你给我脱了。哎，行，好吧，您倒是好，来者不拒啊。反正是个男的就行。您是什么？没多爱好。不是，您这真差不多。不是，我这么跟您说，怎么着？他穿您这件衣裳啊，他不白穿，还给我立起来。您别着急，您好，您倒晃着我。是这个人啊，他穿您这，您这不。白穿啊！就说您这人呐，怎么着？这个学问没不是很高。谁说的？学问不是您，您先消消气。您这个，就是您这人有点磨，这个习惯。那个，您这人这学问不是很高啊！出门跟人聊天啊，说话是云山雾罩，一来二人问住是这，二来就让人问住了。对不对？接脖子赶快车一根赶快墨西哥墨西哥。说您这个出门啊，我再来一遍啊，一来让人问住了，两来让人问住了，这不就对多利了，对吧？就说这个一来让人问住，两来让人问住，这个一来让人问住，你卡带呢？您在这皮不走不行啊，光一二一啊。他穿您这衣裳啊，就是您再碰见这种的事哦，他跟您这就是他帮您，我这干嘛来着？你来，他是他帮您再把这事儿往圆圈了说哦，他还帮着我哎，他这衣裳他不白穿哦，他不白穿，哎、他穿那我跟他说，您这事儿，刘先生不动你不动你啊，这您甭顾着，您也没什么。你有就行了，你管着吧你。不是您这个不白穿，是吧？你自己老说这白字儿，你不膈应。他不黑着穿你吧？哎，您不黑着穿我的，这也挺别扭的这。那啊，咱这么着啊，您不是也见了有日子了啊？您呀、啊，明天把这件给我送家。明天？明天。来，多穿两天。多穿两天。不成。穿的你死好不好、哎、那我给你得了也行啊，什么叫也行啊，这明年你死好不好、哎、怎么我老得死是吧，病回去了，黑死病吗，没病黑死病我的罪过，就明天就明天中午十二点给我送家去啊，中午十二点、啊、对，我睡我醒了，对，明天晚上十一点半我给你送家去，我睡了，我醒着呢，俩神经病吧，这不是，就十二点，明天中午十二点给我送家去啊，下午两点送你们家，就十二点，下午一点，十二点十分，十二点五十，十二点二十，十二点四十，十二点半，十二点二十，十二点四十，十二点十分，一点，十二点，一点十分。笑话吧，绕进去了。我刚要说成交，你给我打下来，你给我拿。他要落锤儿。这么着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明天中午啊，十二点给人送家了去。行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您瞧，咱这儿也老没见了。啊，是。我走了，走了。我走了。您别走啊，我们这儿聊会儿天，您这儿待会儿。我干嘛呀？您省着一会儿扎团圆去。啊，对。要没您怎么入敌怎么传呢，对不对？也是有道理的。
说你的这吧，合着这是一电话呢，好，你敲错了这。我拿我当 iPhone。队长啊，不是跟您说，他说我说话您真不照，我是那人吗？啊，是啊。哎，对。我说你们俩都有是吧？您瞧，就我们家这种唐装啊，好800多件。这就要没劲了。哎呀，我们家一进门都扒着这走，知道吗？就这么趁钱。哎呀，我不光跟您这么说啊，您知道我有一爱好，嗯，我爱买车。哦，喜欢车。哎，对，喜欢车。这叫干现在啊，出去啊，买车推俗啊。哦，这是是是，现在咱要养点小宠物啊，养点小玩意儿。哎，咱们代替交通工具。这玩意儿小不了，是不是？我买了一匹啊，那个白马。哦呦，那您骑上个险您。您看这肤色说不了话似的。不是，就说您这玩意儿，好，您这白马吧，这小物件。哎，小物件，这不算什么钱呀。啊，是啊，就买了这么一匹大白马。哎，对，我还跟您这么着说啊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对，嗯，头至尾啊，一丈二。一丈二，啊！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丈二，对，你这辈子没见过。背至蹄啊，高8尺。您要入字儿是怎么着？就这么大的马啊，就这么一匹大白马，我还这么跟您说啊，也是这两天走背字儿，怎么了？这马呀，嗯，掉这茶碗里给淹死了。您先等会儿。哎呀，我这边行了，好吧，这就开始了啊！我问问您啊，啊，这是一丈二吧？这个够不？就这么一匹大白马，对，它能掉茶碗里淹死了？是啊，不可能啊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是，这有人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他呀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。那我问问去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上来，干嘛？我怎么样？不是我跟您说什么跟您说什么跟您说什么事儿啊？说有这么一匹马，嗯、啊，这个头是尾，一丈二，嚯，哎，这个哪什么高八寸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什么？这个太难，不是您说了这头是尾嘛，一丈二，哎，一丈二，其实是背多少？这个什么高八寸吧？高八寸，这么多，这是腊肠啊。我一丈二大腊肠，我天哪，腊肠是老强了这个啊！叫这样的马吗？这样马你把它编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这是马？高8尺，那也是腊肠啊！哎呀，这是高8丈啊！不是吧？一丈二，哎，高8丈。这是什么马呀？哎，就这样的马都叫浮云，知道吗？哎，就这么大的一匹马，它掉茶碗里头淹死了。我说小丁啊，啊，哎呦，我过来，怎么了？一个是这个药别停，知道吧？还有呢，可乐少喝。刺激大脑，不是，是不是这两天又吃小龙虾去了？被踢成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您说这，您这是话吗？啊，您这叫说话，您这叫亲呐、啊？您这不是胡亲吗？什么叫胡亲啊？啊，别说胡亲，你这瞎子团结不胡勒呀、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不说白了，这是梦话啊？这是梦话，什么玩意儿？一丈二也不多高，掉沙发里淹死啊？这话我说的，谁说的？我说的，你说你啊？对这马，对这马，头至尾一丈二啊，肩至蹄儿，甭管八多少了啊，高8丈，你说高吧？就掉茶碗里淹死了啊！这事儿啊，嗯，有，没错，我亲眼瞧见的，我是亲眼得见的。好，你啊，说，我瞧见了，有这事儿，行，说就是。闹。
不行，哎，不是，您得给我解释明白了吗？我瞧见了吗？瞧见了不行，那这么大的马，它怎么眼睁能叫台湾里呀？你没瞧见吗？多新鲜！你翻两块砖。不是，我那意思，您得给我解释解释。我这我还得你看对呀、啊。我眼睁我看掉里头了吗？您看见了？你看茶碗和茶碗都是知道的。对呀、啊，茶碗那有大有小啊，是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，顶天了，这么大，把马淹死了。嗯，那就把马淹死了，皮儿也下不去啊。是啊，不是这盖碗。哦，不是这喝茶，大碗茶，大碗茶，大海碗。哦，见过见过。这皮儿下去。哎。淹不死，他搁着倒上水，嗯，他印马，印马，哎，你这马这动物啊，嘴跟鼻子离得很近，是是是，他把这茶碗呢倒完了水，往马鼻子那儿给他一印马，给他吓死了，哎，拿着茶碗给马捂死了，给呛死了，这损不损折呢？啊，呛死了好不好？那不那。那不行，黑人最恨的就是驴跃马，就是。行不是，不是掉这茶碗里啊，是连烟带烫，就淹死了，就淹死了，淹死好半天，淹死连烟带烫，淹死好半天，带烫，您这我瞧见了，那您瞧见，我亲眼瞧见了，亲眼瞧见了，那这个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它这个是，这是天津吗？啊，天津知道，天津卫啊，跟北京市离着。有多远呢？幺二，你要算到这行了，行了啊，这一下是一米多吧？行，算啊，140里地。哎，啊，就这么远，就一个京津唐高速那么远。是是是，多新鲜！到，可是呢，你别到天津，啊、天津以西啊，天津以西，北京以东，嗯，那儿呢是这个。武清，武清县、阳春县、大兴县啊，嗯，完了呢，你到大兴啊，大兴有这个西部，大兴的西部最有田，是的，切一块西瓜4-5两，真正的薄皮儿脆沙瓤，歌词大兴西瓜美名。啊，就我没问大兴的西瓜。您给我解释解释，这马怎么连烟带烫掉茶碗里就淹？我再跟你说这个羊村。您别跟我说羊村。羊村啊，不是我问您这马呀，怎么连烟带烫就弄死了？羊村旁边是武清。您想想，好，行了，武清。武清县闹过义和团，我知道。不是，我就说您这进表失三了。您行了，这马怎么？你听马这，武清县那儿呢有一个，湖。啊，有湖。嗯，这湖叫什么湖？叫什么湖？茶碗湖。茶碗湖，他那天在那放马去，马衣服留神，马失前蹄啊，遮在这个茶碗湖里头了。天热，晒着水，倍儿烫，完了下去连烟带上死了。茶碗湖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说上来了，不是，说上来了，就是喝茶那小盖碗儿，那个茶碗。啊？哎，喝茶那小盖碗儿。我帮着你，你不帮着我可不行啊！不行不行，好爷，咱们是一国的。说话就是那小茶碗儿，你造吗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你不你造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造啊！你造啊！我现看见的，就是造啊！我不造啊！这是我造啊！哎，对，我不造啊！我这张哥还上东北投资去了，是吧？我对，是小茶碗嘛。啊，对，这事儿我是可以解释的。啊，您说，我是肯定可以解释的。但是你等得了吗？我等得了。你等不了，我大伙儿等不了，一会儿你没事，大家都等不了吃饭去啊，没问题，等不了。行，那咱从头说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当年武王伐纣，这太远了，这等不了，这好家伙，您这一杆子支到商朝去了，这不行，马上就到周朝，您就不是啊，用不着用不着，您这简明扼要的说，讲这就是你不说姜太公说出这马来，为什么这个马1丈2高那么些？为什么？这就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那这是姜子牙的坐骑叫四不像，那也不是马呀，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你听我说你知道我知道。哎，您说您还是你
你这你说吧，好吧，你说吧，你说吧，行吧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真是的，姜子牙独坐悬崖之上，垂钩钓鱼，垂钩钓鱼，离水三尺。有一个樵夫就过来问了，问了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这么钓鱼，你一辈子也钓不上来鱼啊？”啊，是啊。姜子牙就跟他说了。那说哎呀，这个我不会钓鱼，我钓的是王侯将相。嘿，你瞧，王侯将相。樵夫一听明白啊，哦，姜子牙，姜子牙就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呢？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过来，咱们啊，您啊，说这马。您说这马，我没问这饮料，您知道吧？好了，酱子，您行了行了行。你怎么还没忘呢？这玩意儿忘不了，这玩意儿忘。您就说这马怎么掉这茶碗里头淹死了？他肯定我瞧见了，是您瞧。我亲瞧他掉进去的嘛？你都是，他是就是后来一直到了近代中国的，哎，到了近代中国的。孙大炮孙先生带着你这国民革命军呢北伐袁世凯，中国变中华民国，后来毛主席他们打走了新中国，新中国之后呢经历了朝鲜战争，过十年浩劫，三年自然灾害，然后就改革开放，改革开放之后呢人民就有钱了，尤其张作他们家过去呢是老地主啊，老地主啊，就是他们家在中国来讲呢年头比较长，打唐朝，他的曾祖父曾祖父唐朝就来了中国，原来非洲裔嘛，这都知道。来中国那会儿叫昆仑奴，你这出身不好、啊。后来啊，一直就是家里很有钱，是很有钱，改革开放许花钱了啊，怎么玩吧，买吧，玩到处花去吧啊，什么叫麦子地儿，哪个叫五道口，买去玩去。哎，哪儿是亮马桥？买去，到处买，到处玩啊！是。完了呢，就有各种爱好。哎，就看上这么一个东西，去了英国。英国买了密码。这马为什么让英国买？这是他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荣誉感。这叫什么？这个马呀，当初就是圆明园里供着的一匹神兽。越说越悬了，你琢磨长那模样，对吧？长那模样，这个马就是圆明园之内的一匹神兽哦。哎，天天为它费的劲，为它费的劲啊！粮食不吃，哦，草不嚼，得把这个草啊弄成泥。就这个马后来得名草泥，还回羊驼来是吧？正经的羊驼是编的，知道吧？完了以后让英国人就牵走了啊！英国人坐船顺着那个麦哲伦航线，印度海峡，好棒脚！您背地理图来了？我问您这马怎么就叫？你听见了？他不是要买吗？他听说这个事儿了，他到英国啊，到了这个伦敦。哎呦，这可不轻啊，这是啊，英国的首府啊，叫伦敦，欧洲国英国省首府伦敦。英国的伦敦，到了伦敦以后，到处找人扫听，跟谁都问，草泥马。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，这中文老师也太没用了，都教你。完了呢，投名师反道友，跟英国马会仿着这匹马的，哦，问着了，不管多少钱，必须买回来。那是买回来，当时就能买回来。那买回来，买回来，他骑着这匹马啊，骑着这匹高头大马，跟上一骑，跟上一骑，嘎吱嘎吱嘎吱嘎，就那就是，哎，大白马呀。浑身一根杂毛没有，是踏上去之前啊，一根杂毛没有。他一上去好了啊，看就跟马就变骆驼了，变骆驼，马就上面一黑驼峰，
哎，坐起来了。嘿，好家伙，一黑天马呀，知道吧？哦，黑天李天马呀，是黑天马。哎，拖着他，马就回来了。哦，顺着这个欧亚大陆走，哎，先是西欧，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，哎，一直到奥地利，下来奔罗马尼亚，罗马尼亚到斯洛文尼亚，斯洛文尼亚管这画地图来了，全南斯拉夫，一直通过苏联，啪，竖直下来，穿西伯利亚，一直经外蒙古、内蒙古，这才回到了北京。哦，回来了。到北京之后，这马可就累得受不了了，多新鲜，累得受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带马，带马。印马去啊、哦，喝点水去。上哪儿印马啊？马连道。天上一脚地一脚，茶城。对，上那儿这么好的马得拿茶水印。哦，得喝茶水。是马连道啊，去马连道。你听这名字就不吉利、啊。带着马就去了马连道了。到那儿有一个茶楼的那个老板，正跟人这儿喝茶，这边喂着马，这边印着马，这儿喝茶、啊、跟老板这儿正攀谈呢，正聊天，跟那儿说我这马英国怎么着。他跟这老板这么说的、啊、当年武王伐纣您就解开跟老板聊天吧。对，就不用再来一遍。聊完了以后啊，老板身上出动静了，老板身上有动静，嗯，就老板这个怀里头啊，就这个位置啊，突突突突突突，响响响，嗯，老板伸手进去啊，掏出来一看，什么呀？手机。你那太没营养了啊！不就来短信了吗？手机回完短信，里头还响啊，突突突。突突突！哎，这回掏出来又一手机，一蛐蛐波轮啊，一蛐蛐波轮，一蛐蛐波轮，蛐蛐波轮、啊。哎，为什么刚手机也是这声？嗯，蛐蛐是老板的亲生儿子。蛐蛐，您就别给自己增加难度了啊！你就说这马怎么上茶碗里就完了？好吧，这蛐蛐怎么就成了这怎么了？拿着当亲生儿子那么照顾的，过了两冬的蛐蛐，哦，了得吗？那了不得了。过了两冬的蛐蛐，嗯，好家伙，他为什么手机声那个拿得住？就喜欢他这儿啊，就行。哎，他还嘟嘟就好像叫爸爸一样，知道吧？哦，叫爸爸。哎呦，就录下来以后，打开以后一看，不是蛐蛐，那是谁？蝈蝈。啊，是蝈蝈啊！啊，蝈蝈，嘿，灿青碧绿啊，灿青碧绿，蝈蝈，一眨来长。嗯，这蝈蝈新鲜了啊！见蝈蝈吗？见过，见过吧？啊、翅膀小短翅啊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这蝈蝈不是，嗯，这蝈蝈那翅膀就跟身体那肚子一样长。哟，有一个学名啊，这叫老扁儿。我刚要认头去，小扁是赤子，这叫赤子，小扁是蚂蚱，这叫赤子，这叫赤子，哎，赤子怎么着？但是一般的赤子，由于翅膀长，不会叫，对，它不摩擦，哎，不摩擦，不出嘟嘟的声，是是，但是这个赤子会叫。哟，那可了不得，拿他当亲生儿子，那得当。做过一个小手术，把那一个啪连上了。哦，改的呀。哎，做过一个小手术，把那那么长的翅膀绞一下，绞。老板太孙子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对，咱这蝈蝈啊，翅子会叫了，是是是，哎呀，两分拿出来显摆，嗯，哎呦，他爱上了，啊，喜欢他儿子，看上喜欢这蝈蝈，还是男的，喜欢上这，我当儿媳妇吧，老板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我当儿媳妇，啊，老板当时美了，
齐宣王转世啊，大徐大黑天门啊。什么都能连上。哎，咱就说是你喜欢我给你了，送老板有柳面的人啊，是头里口味刀子板带，知道吧？这有面的人给你了，给他了，给你了。嗯，车子拿过来，倍儿美啊！啊，是。哎呦，大姑姑太漂亮了。是。好了，来叫爸爸。啊，您行了。行，您别给我包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塞回去啊，别动。无功受禄啊！是啊，吃得饱睡得着，吃得饱睡得着，寝食不安。哦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板，哎，我不白要您的。嗯，多少钱？就开始学过了。多少钱我给？老板说：“呵，这什么钱不钱的啊？不要钱，咱们这是交情。嘿，知道吧？你要非说自己白拿走，不好意思的话呢，嗯，你把马给我留下。”拿过来，行吧，给你给你吧。是啊，反正我就是交通工具，我骑着他也是走。我骑着他也是走，他什么都不吝。嗯，老板把马牵回去啊，现拆房顶啊，啊，现拆门框，还蹬不进去。对对对，你说我刚才说太高了，还蹬蹬进去，蹬进去之后，马就搁这儿不说了。哦，带着蛐蛐刚就坏了，带着蝈蝈，蛐蛐带蝈蝈刚就坏了。带着蝈蝈，我琢磨干什么去呢？是啊，我奔天桥吧。啊，奔天桥，奔天桥，我找一澡堂子。嗯，我跟里头拿这蝈蝈跟他们逗会儿蛐蛐吧。能不能行啊？我赢死他们呀！疯了呀！笑话，赢死他们啊！走，就这主意，去了，奔澡堂子。奔澡堂子，跟澡堂子这么一泡着啊。那么一泡，想起这个蝈蝈了啊，想泡出来玩会儿吧。啊，穿着衣服下去。哎，打开盖儿，把它搁筐里了。是是是，你不是人长吗？简短截说呀。打开盖儿，他不会玩。是是是，冬虫有规矩啊。什么规矩？打开，奔里吹口气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吹口气，里边它里边过轮里边暖和。是是，有这个隔热层。嗯嗯。林部长，你吹口气，他一凉快，哎，他一醒，自己慢慢奔外爬，他就爬出来了。哎，你要是说就直接打开，他更有睡觉啊，是，他不出来，也不扇风呢，嗯，他说哎也不叫唤了，也不动他，哟，干了，我让老板给坑了啊，对，不是买回来死了吧？哎，这别我这守了活寡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宝贝儿出来啊，嗯，宝贝儿出来，出来。说实话，奔外磕的，哟，就这么一磕的，把这蝈蝈磕的紧了。嗯，蝈蝈有后腿啊，是啊，后腿这么一使劲，砰一蹦啊，就从这蝈蝈里它就出来了。哎，躯体前空翻两周半，刷刷刷刷刷，不懂，它可掉澡堂子这池子里，掉进去之后，那你说它受得了吗？是，跟里头这么一挣呗，连烟带炭，它可就死了。对，连烟带炭，它可就死了。这么一死，掉你这找不着啊！啊，顺手拿回茶杯子。你们老是说，反复一捞啊，就给捞出来了。哦，一杯子洗澡水，里头一死蝈蝈。啊，看这蝈蝈心里这个难受。我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来的，蝈蝈烫死了，不是就跟那大白马烫死了是一样的吗？还是自己给自己加难度的呀！哎呀，让你给我洗一顿的嘛！我给您，您这件衣服，衣服怎么办？得穿十年。多少？十年。呵，反正我们家这多呀，用不着十年。十年零五个月。你这还涨价呢？对不对？人生产够费劲的了，哎，为了增加舞台效果，哎，对啊，要不然就是都逗乐了，别乐，别乐，别乐，十年零五个月，十年零五个月，哎，我穿着了，您穿着，咱走吧，哎，别别别，别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你撒下，我爱跟他聊天，我爱跟他聊天，不是不聊了，说吧，不聊了，聊了，聊了，您这好长时间没见面，您注意点好不好？您注意点。Thank you.
哎，是吧？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白马怎么死的？啊，明白，明白了。那咱这是掉澡堂里捞上来的。第一回听说啊，那个你忘了啊？我前两天碰见一新鲜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那天啊，我正跟家睡觉，哦，睡着正香，嗯，就听嘟嘟嘟，我一听这，甭问呀，蝈蝈回来了。是投胎了，这肯定是蛐蛐儿啊！这蛐蛐蝈蝈一叫，这叫是一个声儿吗？啊，哦，这是蛐蛐儿。对呀，啊，我赶紧起来上厨房拿擀面杖拿罩子去，就准备逮它去。有拿擀面杖拿罩子逮蛐蛐儿的吗？啊，不方便吗？啊，行行行，哎，这一下楼你听，咚咚，没在我们家屋底下，那在哪儿呢？在北京站呢。怎么跑北京站去了？是啊，啊，我赶紧打车奔北京站啊！这这，奔北京站，一堆嘟嘟，没在北京站，那在哪儿？唐山。嘿，您耳朵真尖，我这个。我坐着火车就奔唐山了，我到唐山了。哎，一下车听嘟嘟，没在唐山，在哪儿呢？在东北呢。哎呦，完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赶紧上火车奔东北。好，一下车听嘟嘟，没在东北，在哪儿呢？在日本呢。哟，了不得！赶紧去，赶紧吧！这会儿没轮船了，得了，下海，噗，就这么就游过去了啊！所以这海才是咸的。啊，就到日本了，到日本了。一听没在日本，那在哪儿呢？在山东呢。啊，在山东了，在山东呢。是，赶紧又游回来。呵，你一上岸就听嘟嘟，哎，妥找他准确地址了。啊，好，到那儿就这么爬的，这么爬，这么一扒。哦，你就知道这蛐蛐儿啊，十三节火车那么长，十三节火车那么长，哦，有的，这俩蛐子啊，跟俩电线杆子似的，电线杆子就这眼睛啊，跟探照灯似的，跟探照灯似的，就这脑袋啊，有这仨剧场这么大，有仨剧场那么大，对，就这么大蛐蛐儿，哎呀，有这事儿。就这么一蛐蛐，哎，这身子十三节火车的长，胡说八道啊！不是，他就是说这蛐子两根电杆子似的，那不配套啊！不是他这俩眼睛跟探照灯一样，胡子那太亮了啊！这不混蛋话，这话可是他说的，我说的。你说你特大号混蛋怎么的？就这唐装啊，不穿了，发了。您穿两天，我也穿了。这段说的真精彩啊！我头回听，其实包括心也好，我就佩服这买花篮的，我真的是流俩眼泪。您听我给您念：上海真灵王送陈硕二的花篮，好，把太子党都灭了的葱姜蒜，送陈硕五只花篮，这是希望他好着。量子粉丝团送陈硕十个花篮，祝早日健康。我都替陈硕感谢您，陈硕在病床上支这事得蹦起来，真是。暗影猫送王子健、丁家恒、张硕十个花篮，还祝浩板早日健康复。上海真灵猫还单送王子健二十个花篮，王子健卖进去了，不再花篮多少，人心呢。二班的观众太好了，我可不离开这团，太好了，这个观众太好了。海淀妇联送王子健、丁家恒、张硕二两个花篮，翻场，咱给花篮同志鼓掌。这杂技就不带上钱了。哎呀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啊！这个大伙儿都知道，都知道啊。又一个还愿的。之前是我给自荐捧哏，后来呢，这个陈硕不是出事儿了。是你那瘤子是你给按进去的，怎么美成这样？好好的，好好的。但是确实办得好。对对，这叫什么？好好为各位表演。是，而且这场更好啊！这场我逗哏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没错。我歇会儿。子健给我捧哏啊，捧好捧。
可不是休息，别低头看钱，咱们提前说好了，差点下台，我给李时珍急了，我这是。别低头看钱，好好量活，是吗？哎，哪有钱？你这人，好好量活，这不是咱们俩？那叫捧哏。说实话，咱们俩其实最应该多亲多近。谁呀、啊？算了吧，你们太闹笑话了。那咱们俩多亲多近，知道吗？多近就完了啊！不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咱们亲近吗？哥俩关系好吗？亲戚还是亲戚？哥俩关系好吗？是是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说实话，自从是跟陈硕合作之后，我就没怎么去他家。嗯，因为以前到他家去排练，对，现在去的也不多了。嗯，对不对？他们家挺好。是吧，特别的好，哎，我特别喜欢你们家住那地儿，是吧？太好了，好吧。前面是洗浴啊，后面是澡堂，左边发廊，右边什么成色什么成人，您缺点什么买点什么多方便。我有那么猛吗？我们天天买那个呢，我怎么不是？不是，咱就说您前面是超市，后边是菜市场，左边是粮店，右边是这个澡堂子，您缺点什么买点什么多方便。这么说就对了，哎，多方便，而且这样特别的喜欢这个自建这人性格，是吧？哎，什么都喜欢，哎，家里平时围着家周围绕转，开开心心啊，兴趣广泛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？是的，兴趣广泛，兴趣广泛，爱好多样。而且那反正就是你们家住的那地儿好，好就完了，就住那儿，就跟那儿住着，别搬了啊！住，就跟那儿住，就那儿，哎，哪儿？说那么热闹，您不急到啊？要不急到我，您急不到啊？挺想骂街的，我不有日子没去了吗？不是，这孩子那儿呢？哪儿？朝内南小街吗？朝内南小街啊？哦，还在这儿，还那儿啊？朝内南小街。要说你们家那儿可好？是。哎，那您在那儿住了得有2万多年了吧？是的，旗人，北京人。旗人也来不了2万多年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2万多年像话吗？多了少了？2万太多了。依着你呢？也少一点，少点。哎，那您在那儿住了，嗯，几分钟，几秒钟，几微秒？行，再问下你也不知道，是吧？我就说这个意思嘛，你不是让我说太短？你天一脚地一脚不行啊？那意思您这太短了。不是我那个意思，您能明白吗？你就是想问我们家跟那儿住了多长时间了吗？哎，对，那您怎么说？应当啊，问我们家跟那儿住了几辈儿。那您在那儿住几辈儿？四辈儿。嚯，都住了四辈儿。那可不是吗？哎呀，那甭问了啊，头一辈肯定是您的。哎呦，什么智力啊，这都是。叫什么智力？不叫你甭问。什么？你们搞摇滚的是这么有意思吗？不是这么有意思，我住四辈儿，头一辈会是我。那头一辈是？头一辈记住了啊，听清楚了。头一辈，头一辈是我爷爷。哎。哎呀，突然之间想了个雷呀、啊！震慑弹，您这是？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到时满了。哎，那第二辈是您吗？你是不是傻？什么叫我傻？我不就说是傻？头一辈，第二辈是我爸爸。哎，有一辈。那甭问了，哥，第三辈是你，就是我哦，小舅子是你，老丈人是你，也行啊，也行。那四一辈儿，我跟前的儿子啊，聪明，不傻呀。我就说你们家闹票子吧，你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我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。聊天有日子没见，聊天挺有意思。你是啊？哎，那什么，你给我找个茶碗。你要咽去？我渴了。你渴了？渴了，你给我找这么多水喝。茶碗，找。行。好。来，朋友。
来，朋友，那个咱们后台那开水，开水没有了啊？那个都演员都烫上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这个烫脚的喝呗。那还怎么喝呀？不是，这我没朋友，人家不能喝烫完脚，人喝水不吃芝麻糊。我来一朋友，你看这边吧。来朋友。啊。帮帮忙啊。人家会玩。来什么？朋友。朋友啊。朋友。朋友。你拿。喷口不怕自己家人工降雨啊！你说这个意思，你喷个话，好玩吧？好玩。喷什么呀？不朋友的什么朋友？好家伙，上得台来说了一句人话了吗？我可都听懂了。头回见着找骂的。哎，我先问问您啊，上得台来。他假冲手有没有这事？不是假冲，人蒙住了。那行，那就算他蒙住了啊！别瞅他问您的话，怎么了啊？你说你跟家人那儿啊住了几万年了，住了几千年了，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呀！还我这儿干嘛呀？好家伙，哎，又说啊，住了什么？什么几分钟了？几秒钟吧？几微秒吧？啊，那只有那这个那是什么臭虫苍蝇那才令秒活着呢。告诉我什么？哎，你们家的就啊都是那个？不，没有，还是的。而且这那最可气的啊，嗯，问你们家住了几辈儿了？这问的对呀、啊，这么问没帮没人改了。那行，那你说你们家住几辈儿？四辈儿。四辈儿。嗯，他说这头一辈儿是您。我说是我爷爷。哦。你说这个爷爷，嗯，他可就答应一个爷爷。二一辈儿，你说的是爸爸。你说这个爸爸，他可就答应一个爸爸。这三一辈儿，他说就是你。我说就是我呀。哎，他说小舅子是你。我还说老丈人是他。哎呀，这小舅子老丈人是亲父子爷俩呀。这老丈人可是小舅子的爸爸、啊、哎，这四一辈儿，我说跟前呢，儿子啊，聪明不傻，你瞧完了，他这每句话都占着你便宜呢。哦，他每句话都占了我便宜啊，你也没饶了我呀，你比那更厉害呀。不是，我是上次我这不是帮您来了吗？你帮我什么了？哎，帮您来了，这您得报。我报复，哎，你报抽的去，那不行啊！我抽的，打不住，打的，哎，您啊，是相声演员，相声演员，您嘴上吃了亏，您手上找回来就不露脸，那怎么办？咱们做的，咱们，哎，怎么办？给他来个照方抓药，嘴上找，哎，我来舌尖上的足疗。不，我连舔带摇呢，好吧？咱们那就太埋汰了，别太埋汰了。不是，说这个，嗯，咱们俩给他来个找方抓药。什么？你过去问去他们家住哪？他们家？哎，问他们家住哪？也问他们，问他们家住几辈儿的？然后，哎，之后这个你一问他们家住出几辈儿来，他头一辈儿他可能得说这个爷爷。哎，这而且你这答应了，咱们这够本，我答应咱们还帮你赚一个。你还帮着我答应？当然了。不，你这突然，你身影就伟岸了。你这人性冷冷的出，你帮着我报吗？那行，我真的，我帮你，全靠你了。你靠着我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啊，你问他们家住呢？问他们家住？哎，问他。哎，徐先生，来，哎，水呢？水烫不是啊？到底怎么？正在沏茶，沏好了给你拿上。行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说正格的，怎么着？咱
们也是好长时间没见。那当然，您问半天我了啊，我也得问问您。那就问问。说正格的，你们家住哪儿啊？我们家没房。您家没？你家没房？他们家没房不行啊！你该该过来问，你就问他哪儿睡觉，住在哪儿？没房，你跟哪儿睡觉啊？树上。他说他睡树上，就捅下来，就吵着睡觉。没听说过。好嘛，你问他，他地上他得有个睡觉的地儿啊。你地上得有个睡觉的地儿。我地上有睡觉的地儿。跟哪儿睡？网吧。他说睡网吧。那网吧他寻个一宿两宿行，他不能跟那儿过日子呀。哎呀，好，你可太笨了。你这么跟他说，什么叫安冠寺院地铁码头火车站，这是一概的不行。不行。哎，你就问他是这个哪儿生的，哪儿养的，哪儿种的，哪儿跑的。哎，这个他爸什么时候娶的他妈，他妈什么时候嫁了他爸，生出来头冲怎么，脚冲怎么，哪是老宅，哪是这条根问题。你给我写个条去。你太笨了，我提醒着你。提醒着。哎，问你。跟你说怎么着不行？怎么还不行？网吧不行。那一个您什么这个安你安了吗？安了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你安冠寺院地码头网吧就不行，就满不行。那依着你，你得跟我说啊，你是哪儿生的，哪儿养的，哪儿种的，哪儿躺的，你爸是不是娶的我妈？他妈什么时候嫁给你吧？哎呀，就问你住哪儿？问你住哪儿？我有地儿住。有地儿住，有地儿住。你问他住哪儿是怎么？住哪儿？我住北京。问出来了，丁先生，他住北京。北京好几千万人呢，他住哪区呀？我问去。北京好几千万人呢，你住哪个区呀？我住东城区。丁先生问出来了啊，他住东城区。东城区好几百万人呢，住哪趟大街？哎，你住哪趟大街？东四南的街。问出来了，丁先生，他住东四南的街。东四南的街呀，好些人呢，问他住哪条胡同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住哪条胡同？爆房胡同。丁先生，你们遛驴子呀？回来干嘛呢？跟这儿？不，你怎么意思？啊，他住爆房胡同。爆房胡同好几百号，问他住哪号？爆房胡同住哪号？半号。半号。不是，这都不用问他，你知道吧？开始他是一号，后来下雨打一个雷劈了一半，剩半号。劈了一半，剩半号。那也是一号。那也是一号。好，我住一号了。丁先生，这够了。问出来了，住爆房胡同一号。好，行，赶紧问他们跟那儿住几辈儿了？住几辈儿了？哎，玉娇，怎么着？你跟那儿住了几辈儿？我在那儿住了六辈儿了。他说他住了六辈儿，住六辈儿？会问问啊？玉娇，我住四辈儿。哎，你为什么住六辈儿？因为我比你呀。啊。两辈儿，明白了。人家说了，因为他比我大两辈儿。哎呦，你傻呀！他大一辈儿，他可就是你的爸爸啊。他大两辈儿，他是你的爷爷。不行，你住四辈儿，他也得住四辈儿。不行，我住四辈儿，你也得住四辈儿。你这不欺负人吗？怎么办？欺负人了，就欺负他了，就欺负他。行，我住四辈儿。行了，哎呀，他同意了，住四辈儿。好，他跟那儿住四辈儿，你赶紧过去问他去。问他去。哎，问他去，他你这一问他，这头一辈儿是谁？他真得说这个姓丁的。你差不多了。我帮你答应，本娘。哎，徐强，你住四辈儿。四辈儿，头一辈儿住的是谁？姥姥。哎。什么过年清明啊你啊？什么叫过年了？他头一辈他说的可是姥姥，姥姥也是大辈儿。你知道爷，你知道他姥爷是谁吗？姥爷是谁？他姥爷马七。马七，那老头你受不了。
糟的。怎么了？二一辈是舅妈，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哎，成功了，这回抄上了。什么叫抄上了？咱他说的可是舅妈，舅妈也大一辈。哎呀，就你这是舅舅是谁吗？舅舅是谁？马奇，舅舅是谁？知道吗？啊，混蛋了，混蛋，混蛋，怎么了？他老爷是马奇啊，他舅舅为什么还是马奇？哎呀，你琢磨，他老爷是马奇，他这个啊，对吧？他舅舅也是马奇，他们家这多乱呢、啊！基因也不行啊！是啊，这糟践了！怎么基因？这抬不住惯了，我怎么办？他那个太难了，我怎么太难？你欺负老实人、啊，我怎么？刚才他说你说你问他这头一辈，他后边是爷爷，哎，你可没说这个爷爷啊，二辈说是爸，哎，没说这个爸，哎，我到这边找出来了。他这个太难办了，他这机灵鬼透着门小筋豆不知分啊！哎呀，您是老实人的，他刚才问您的时候，您透一辈，您说的可是爷爷啊？哎，这个，他可没说这个爷爷。这二一辈您说的是爸爸、啊，他可没说这个爸爸。我够本儿，亏了。很精彩啊！这我没听过节目。可以上网，那36个版气口特别好，所以这个花篮上面不简单，一只耳朵内耗哥唱彩的送陈硕两只花篮，苦过南渤海湾的送徐强王建俩花篮，樊希送王建丁嘉恒张硕第20只花篮，海淀妇联送王建陈硕两只花篮，王建的活力粉送全体花篮，祝陈老师身体健康，谢谢。上海真流氓送全体48哇，真流氓真好。不想冲进十月烟火，不想冲进十月烟火送全体5花篮，丁丹当送全体5花篮，爱猫送马奇10花篮。所以我那是得花篮最多是10个，没想到爱猫不让男女的啊，送多少花篮？底下都今天不上课，今天因为花篮太多，大家高兴，我唱点京剧。好。我经济不好唱，我这嗓子不好，但他需要气派。其实这个剧情是追韩信，追韩信是嫌韩信跑了，萧何追他，几次这个萧何推荐他，就因为汉王嫌这个韩信的出身太低，地富反坏又不知道哪位低啊，他跑了，韩信说这么好的人得走，就让人这边特别精彩，您想着给我叫好。千不灵万不灵，不灵你我一见如故，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，乾了坤里边龙根龙龙全凭着桃花略将我点心，我也曾连三本宝典，韩军他是你只身为奸是不肯重用，那世界就怒恼了将军，夸下了战马，身背宝剑就吃了东门的里根龙根，俺小伙闻此言是泪红头顶，顾得这山有高水有深，山高水深路途遥远，我真敬爱我来军将军王将军，你看在我小伙情分，叫将军你起息怒斩吞身，你莫把雷霆跟随小伙转灰尘，大丈夫要三思。
谢谢曼总，谢谢曼总，谢谢曼总，留神脚踝，留神。